5月7日，某品牌专卖店在香港举行开幕礼，出席的艺人包括傅颖、郭可盈、Angelababy、郑希和琪琪、马诗慧等。最近有传 Teresa 与林建岳的儿子林孝贤拍拖，对此 Teresa 表示，彼此之间只是一起吃过饭的朋友，而且对方不在娱乐圈，将来要进一步交往都很难有机会。他是我的朋友，那当然我就是觉得他很好了。对，其实现在可能之后都有一点困难了，但是因为他就是不是圈中人嘛，那他有一点避忌。那我自己都蛮忙的，就是之后的时间要录音，还有就是要去日本，就是拍写真集，那所以都没有时间。此外，有传郭可盈与林文龙婚变，为了证明跟老公的恩爱，她当场举起右手腕被吹风机烫伤的痕迹，表示烫伤药是老公为她亲手擦上的。至于婚变的绯闻，郭可盈表示，现在的她已经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了。弄头发的时候呢，这个风筒林文吹风机。那个吹风机呢突然间出了一个谎话，所以都消了一片在这里，但现在还好了，已经在抗服之中，好在不是消在这里。从前的我呢会很紧张那些不实的报道，但是现在我变了，我觉得我不用理他们，由他们吧，因为我解释也没用，我觉得，所以现在什么都影响不到我了。